原标题，他俩都是开国大将，一个因资历老想元帅待遇，一个却想上将待遇。开国大将一共有十位，具体是谁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，但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是，在这十个人中间有两个人享受的不是大将的级别待遇，一个人是张云逸，还有一个人是许光达。张云逸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资历老，他是十位大将中是年纪最大的，而且放眼元帅也只有朱老总的年龄比他大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张云逸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朱老总还要早，他当年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一员，在武昌起义时他还是攻打两广总督府的炸弹队的队长，险些成为烈士。到北伐战争的时候，张云逸已经官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五师参谋长，大名鼎鼎的叶挺才只是团长。此时的张云逸已经可以逍遥的在国民党享受荣华富贵，但这并不符合他的志向，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当时还是一穷二白的红军队。五，张云逸晚年时曾解释这个在当时看起来匪夷所思的决定，他说人活着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，而最幸福的事应该是和普通人在一起为老百姓做实事。红军时期，张云逸依旧是参谋长，历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、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，辅佐大名鼎鼎的叶剑英。抗战时期，张云逸是新四军的四大巨头之一，同时还兼任着第三支队司令。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后，张云逸成为了重建后的新四军的副军长，只要陈毅不在，就由他来主持大局。这样辉煌的资历，授衔大将都有些委屈，所以毛主席特批张云逸享受元帅级别的待遇。而许光达的情况和张云逸正好相反，他是十大大将中资历最浅的，待遇也只是上将级别。许光达资历浅，主要是因为他在1932年就因为受重伤被送去了苏联休养，一直到1938年才回国，革命生涯有六年的真空期。而且在解放战争中，许光达的战功也不算出众，可能还比不上同属异业的张宗逊、王震。所以许光达自知自己的资历不够受大将，特地向毛主席申请降衔。但授衔是非常复杂的，并不单单只看资历，所以上级没有同意许光达的降衔申请。许光达看军衔不能降，就退而求其次，申请待遇降低一级。这次上级同意了，所以他就成了大将中唯一一个是上将待遇的人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